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咪咪，我 Yuki， 好啦，大家见到啦，我哋今日又嚟玩呢个 Moving Out 胡闹搬家啦噃。系，今日咧会同大家试玩呢个街机模式啦，听讲系非常之难玩嘅。唔系啩？咁啊喺开始之前咧，大家记得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仲有要分享俾你朋友睇，仲有俾 like， 咁啊，我哋即刻开始啦 ，Let's go， 好，开始。大家看到其實我們都仲是新手嚟嘅，得 6% 好，揀翻我上次用的多士爐，揀翻我的烏鴉盤再。好，街機模式是咩一回事呢？是一個地獄。係啊，我已經連啲掣都唔係好記得點撳。脾氣不好的朋友咧，要小心。我哋快速已經入咗街機。身處險境啊！介紹翻俾你哋睇下邊度入先。咁咧就係呢個建築物，有個操控杆喺度，咁佢顯示咗街機，係啦，就喺強制訓練隔離。OK， 我入翻，係啊，身處險境。要點玩㗎？其實咧點玩好簡單嘅啫，就喺四分鐘以內咧就將呢間家私咧就搬到去終點啦。咁我哋試下。OK， 一齊，我行先，打直喎，好好好，我行先，你行先，你先。Go go go！如果我哋咁樣 kick 下 kick 下咁樣得唔得嘅？哇 ！kick 下 kick 下係得嘅。即係點樣？我哋楞住喺條路度咁樣 kick 下。唔係，但係我哋要其中一個人要喺條路上，即係我哋兩個是但一個人跌咗去咧都救得翻。但係如果兩個一齊咧就危險啲啊！救我！跳！救我！咁邊隻？咁邊隻？邊隻？邊隻？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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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到喎！你放棄我啦！啊！我救翻你，我咁樣，你頂住啦！咁我點攞咧？係攞啦！你攞側邊都 OK 嘅，你攞側邊啊！你攞個梳化背係，跟住我哋一齊行。你先，我上翻嚟先。係咪地獄咧？我哋一格都行唔到啊！好冷靜啲先，冷靜啲先，冷靜啲，試下我行啦。你行先，我行先，好。好，我向後啦。好啦，一二一二，喂，冷静啲，冷静啲，冷静啲啊！冷静啲啊！咁样突然间，其实系欲速则不达，系啊，要慢慢嚟，系啊，行慢慢嚟，慢慢嚟，可唔可以跳落去？可以，我哋跳落去啊！我哋跳后边啊！即系点啊？即系我向呢度落。系啊，你跳落去先。好，我落啦。哇！吓到啊，多士都射埋出嚟。Oh no！ Shit！你唔好，你 OK 得，哇，好新手，得噶啦，哇，我上翻嚟，你冷静啲先，好，sorry 啊，得噶啦，你个拖行，我系咁跳，跟住你就会 OK 喎，系咪咧？系咪咧？即系我系一人之力楞住你，楞，但系反而咧，两个人喺企嗰度咧就会危险，上车佬。哇！冇事冇事冇事。好，你楞翻住我，但我哋系咪完啦？我哋已经冇时间。我哋完，系咪直接？哦，冇时间了，咪冇。你睇下个目标个终点都未见到啊！个目标好难玩，超难玩，超难玩喎！哇！得噶啦，咁样 kick 下 kick 下咧，系好好。系咪咧？真系乱玩都得。花式。花式轉身，哇！你得冇事冇事，後邊好，你落先，你落先，我落啦。哇，靚啊！唔使不嚟，冇事冇事冇事，冇事都 OK 嘅 ，OK 嘅 ，OK 嘅。嗱，你拖行我啦，我喐。好，拖行。係咁多。嗱，呢度可以慢少少。嗱，你夠拖行我得。好啊好啊，你拖行。哇！冇冇冇！唔嗱，不如咁，我跳落去，然後你唔好跳落去。嚇唔得㗎，得㗎，我喺下邊啊嘛。應該係你跳落去，我唔好跳落去。兩個都喺條邊度，我哋噶，應該冇用嘅，應該都會跌曬落去。除非你可以頭先咧可以彈翻上條路度啦。你拖行我。一、二、一。喐你只腳，哇！掉咗你落街，唔得，你要跳翻落街，因為你行唔到，因為我搬唔到
告。啊！有夠足啦！點解咁快啊？喂！其實我想咧試下唔拎個 sofa 入跑去終點。哦、好啊，我哋不如睇下下一個下一次。嗱，你俾大家睇下終點，睇下有幾遠。其實咧，我覺得就算咧咁樣唔拎個 sofa 咧，我會更加難行到個終點。我都過唔到終點。係。好，出發。佢叫我哋個工人出發，就冇叫搬埋個家私。咁咪跳過去。哇！得噶。係得噶。我懷疑我多少路個頭咧重得滯，所以個平衡力有啲差。哇！你睇下，你睇下幾遠？你睇下呢度，你睇下條路喺度做咩嘢啊？條路喺度漂移緊噶。喂喂呀！啊！我見到終點啦！你睇下。誒、欸，係喎、哦。一樣，咦？呢個係咪終點？係啊！哇！我去到終點啦，耶！但係我去到係冇用噶，因為我哋要將梳化都去到啊。嗱，咁樣就俾大家睇到我哋嗰個即係第一關嗰個石張地圖啦。我專登嘅咩啊？你專登乜嘢？我專登留喺入口嘅，唔係大家點睇曬成個地圖係咪？係係係係。救命啊！再見啦，同伴！Oh no！ 我哋出翻去玩下主線練習下先好嘛？唔係大家觀眾淨係見到我哋啊！你要跳落嚟真係搞唔得啦！好，睇下先，睇下先，睇下先。池邊戰也一件物件，即係會跌落水啦，係咪咁嘅意思啊？哇！炒曬車啊！出邊咩事啊？我哋都是一樣啦，搬咗啲商人嘢先啦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最簡單。準備就水，開始。我第一樣嘢要做嘅就係要打爛曬啲玻璃板。你冷靜啲啦，我哋搬梳化。搬梳化。雖然我知道係。耶耶。好。誒，呢邊係邊？我唔喐啊！我唔喐啊！我唔喐啊！我冇喐啊！我冇喐啊！但係，歪仔歪仔。歪仔，預備一。好噴好，跟住其他全部都係彈。係咩？我試下落水。我覺得會好似 overcook 咁。係啊係。誒，但係佢冇乜事。我哋連人哋都，你連人哋都滿都打爆埋。呢個魚缸打唔打得爆？你唔好搞個魚缸住啦，搬屋啊你！搬屋悶啊嘛，玩下其他嘢做咯。啊！跳唔到過去噶，唔得噶，我電視拍到。喂，唔得嘅，我想掉個電視。電視機都話太重，唔掉得。喂，我咪整爛咗。係啊，我整爛咗個豬仔前眼。唔係，我想睇下係咩嚟嘅入面。哦，原來豬仔前眼嚟嘅。如果掉咗一件嘢，哦哦，唔記得咗係唔掉得嘅先。新水新房啦，陣耐就游翻落水。唔好亂嚟，好熱啊！呀，絕對係唔對。我哋起碼過到關啦，今次喂棘住嗰啲凳。身為一個玩 overcook， 喂你要行啦。玩 overcook 玩爆機的人竟然只是尋求過到關，你過不過得去？你的打機之王，你對不對得住你自己的打機之王？即是比起我們上次玩進步，我們上次關如果你再認真一點我很認真，你想跳落水算不算認真？不如各位觀眾評價你。喂，你行啦，我行緊啦，棘住咗啊！行緊啦，跑跑跑跑跑，一，你咁喂喂，你做咩啊？我咁實噶喎，我冇放手喎、啊。唔好過關啊！俾你搞過，唔關我事喎、啊，關我咩事啊？唔關你事、啊，唔關我事，真係我都冇鬆手。預備，放手，嗱係咪啊？頭先我冇放手嘅，拜。等陣先，睇埋我哋要做啲咩，睇下佢嗰個目標解鎖係咩。
啊，做咩咁走去啊？哇，有新人拉面仔，好想用啊，好得意啊，隻眼混乱中。拉面仔，我入去睇下，望一望先，望一望。握住盒子嘅时间唔可以超过三秒，咩意思？哇，有跳过泳池喎、啊。但跳过泳池系点样可以做的？要试喎、啊。因為我已經在對面，你可能難一點，你要過來我那邊跳一跳，是來啦 Come on Baby、不如我丟一些東西過來試試、是不是這麼歪就丟過來，是歪、Nice Nice 啊 Nice 啊，但這樣我是不是已經揸過超過三秒、好我們研究一下怎麼跳過水，這是試的，要踩上一些東西，對，我也有想過它黃色那個防防那個是什麼踩的鴨仔、喂我起跳都起跳不到、喂為什麼我跳都不懂跳，這個有其他水池、這個泳池是fake的、咩巴？又等我醒啲咁樣。等你跳得過。我哋拖住手。拖住手，你試下得唔得噶？好似唔可以拖住。打醒啊！要跳過去啊！嚇、啊？會咁難嘅咩？係咯，又搬張牀，搬張牀過嚟，擺喺個牀。放在個池邊那裡，哇，電視機又可以掉落街，但是，好，我們試試踩上去，放手，放手，哦，我明白你做什麼了，然後又跳過去，你覺得嗎？我估得了，但我們可以推出一點，再推出一點，會跌的喔、欸，我想到，如果我拔著這邊，跳過了，但剛才我是不得的，其實是嗎？剛才我是跌了落水，我試一下，但他計了我得了，不得，我們要做到即是我們騙到電腦而已，但是騙不到觀用雪亮的眼睛的嘛，是不是？我們現在等一下，好，我是想著這樣，即是我拿著，你是不是遠一點、然後我捉著，你試一下，我試一下，因為難跳位，各位观众，我没有骗你们、就是但我也想试一下跳一次，好、但好像没事，好了，起码我们帮大家解答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怎样可以跳过个泳池呢，就是这样，那我们做不做埋其他，好，咁呢個呢留返我哋研究一下先，即係點樣可以握住三秒快啲。其實應該好簡單嘅啫，都係因為佢話盒類呀，咁其實 sofa 嗰啲呢你係不在此限嘅，咁然後盒我估就係二水嗰個啦，咁都係拋過去嘅啫，冇錯，跟住其他紙箱嗰啲，紙箱嗰啲其實都應該唔難嘅，你不停拋過河就得。好啦，就係咁啦，我哋玩住咁多先啦，今日咁啊，睇下我哋會唔會繼續話，我哋練習多少少先，睇下個街機模式，我哋可唔可以挑戰到？咁如果你有玩咧，你都可以試下，你挑戰成功，你喺下面留言話我聽，你挑戰到，我又唔信。同埋要講一樣嘢就係咧，街機模式嘅話，我估唔同人數咧就會有唔同關卡，因為我試過自己一個人玩嘅時候咧，佢嗰個關卡個樣係唔同。OK。咁大家都可以試。咁啊，我哋再熄機玩多陣先，可能好、啊。唔係一陣有啲開始廝殺嘅場面，我唔想俾大家見到。好啦，咁啊，記住鍾意睇我哋片嘅朋友咧，就記得要訂閱、要 share， 仲有要 like 我哋嘅片。同埋大家記得要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。想知道我哋幾時有新片咧，就記得撳埋下面呢個鐘仔。只要一撳咗呢個鐘仔咧，一有新片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啦。咁我哋下條片見咯，拜拜。